最近看到了一件让我特别生气的事情，咱就是说搁这造谣有什么好处呢？策划真的会随便跟别人说这个游戏要凉吗？大部分的 CODM 主播都是跟使徒召唤手游是有合作的，你这里蹦出来一个这游戏要倒闭，不是使徒召唤手游官方都没说啥，你搁这直接造谣上了，还跟策划是很铁的朋友，策划不让输，拜托，人家策划是一个主大哥，如果这个游戏要停服的话，我们这些主播为什么都不知道？拜托，这个游戏才上线国服两年，你看一看腾讯哪个游戏的寿命两年。谣言止于智者，这个游戏有着最真实的体验感，好看的相比流畅的打击感，真的是游戏不行吗？希望大家不要再说这个游戏凉了，也不要再给 CODM 玩家传递负能量。如果每个人都文明游戏、绿色游戏，那么使徒召唤的环境也将会非常的好。